好孩子。哎呀，真乖，那跳皮筋、跳绳、骑木马。对，奶奶去看丫丫，对不对？去看丫丫了。哎呀，嘟噜噜噜噜飞了，飞哪去了？飞到天上去了，飞了飞了，是不是啊？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下来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刚刚说说我们讲话怎么要录成？工作上有时候，也有困难嘛，反正不可能没有困难嘛。有时候，比如说干事，有时候一开始很紧张，到最后越来就越好干了。这些东西的话呢，喂养不单纯是个喂养的问题，喂养也是一个促进宝宝身体发育、成长。这个眉毛一直呢就是到耳前。另外呢，这个眼眶的上、眼眶的下，还有我们的嘴的上，啊，这个特别最后一个你搞到那个风池都很好见啊，后面一块看，然后再腹部 ，3, 4, 1, 2, 3, 4，这个。白领啊，这些他们工作的节奏啊是非常的快，他们无暇顾及到孩子，所以说面临着这样一个新的经济发展，与时俱进的话，那就是对我们育婴师来说就非常非常之重要了。现在呢，就是说不是大家不需要，而是我们没有合格的大量的育婴师的供应。再挤一下，做那么快可以稍微动作可以多加两下，拉不拉？纠正他们学习。啊，如果一个家庭都不能，这骨肉都不能在一起生活，我说这叫什么和谐社会呢？所以我觉得我们更多的工作，真的不光是要关注留守孩子、留守儿童，更多的要创造一个让这个让他们在一起，就是一个家庭应该在一起生活。对别人孩子主要，带别人孩子主要细心嘛，你反正心一般搁孩子身上嘛，给一定孩子带好嘛，比自己孩子还要重要嘛。妈妈就来了，妈妈就来了。